触碰的瞬间，期待你的反应，会有什么对话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能否跟着呢？雨下的那么大，你又在哪里呢？如果此刻不能拥抱你，想呼吸没办法。我真的没有想过今天是星期几，整个脑海里全都是你。放下一切去见你 ，My baby, my baby. In the sunny, sunny day, would you stay with me? 你是我的灯塔。啊？你今天不是问我？你是什么吗？我是灯塔。当我迷茫的时候，当我失望的时候，当我看不见方向的时候，看到你，我就能重新找回我自己。哎呀，你怎么突然？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我的女朋友，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你不只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还是我的合作伙伴。在黑暗的夜空中，怎么还真黑了？陆总，我可算找着你了。我们昨天那个……陆总，什么都别说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不是，我们其实昨晚什么也没发生，就是……哎呀，别吵我睡觉！哎。我在说话。好了，别装了。哎呀，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就没吃过东西了。没关系，一会儿回家帮你找吃的。陆总，您二姨和表姐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家等着呢。妈呀，怎么了？我二姨她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人。啊？她不仅凶悍，她还喜怒无常，全家人都怕她。这么厉害？叔叔小姐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敢打我们陆总的，除了您，就只有我们陆总他二姨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总之一会儿乖乖的，不然会挨揍的。什么叫乖乖的？你个臭小子，不要你半夜不回家啊！我和你姐在家里等了一宿，你连个电话都没有，你听我说，臭小子你，你说你带你这个姑娘出去折磨一宿，连饭都不给人家吃，这以后哪个还敢嫁给你？哪个还敢嫁给你？臭小子你！哎呦，叔叔，来，坐着。哎呀，那叔叔你快坐下，别客气，就当是自己家人了。哎呦，快坐下，多吃点啊。这天意啊，总跟我们提起你，以为昨天就能碰见了，谁知道出点意外。天一要欺负你，阿姨帮你揍他，揍这臭小子！哎呀，行了妈，这天一都不是小孩子了。天一，照顾好叔叔啊，多吃点。谢谢。哎，我说。
楚妈，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点啊？别把人家媳妇给吓跑了。哟，你看他俩那样，能吓得跑吗？哎，我说妈，他们俩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，是不是嫌咱们在这碍事儿啊？你说的对呀，现在的小年轻去城里打工去，这动作都可快了，搞不好背着咱们孩子都有了呢。还吃得习惯吗？嗯，好吃。你最近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胖了？听到没有？要吐了！是呢。你看你这肚子都三个月了。三个月了！哟，上次天一说要出去考察，那不就是三个月之前的事儿吗？你说这动作也太快了！哎呀，好事好事好事！你去收拾一下吧。遵命，大爷。你个臭小子啊！你好意思吗？让家姑娘干活你自己做呢？你看坐那，坐那，坐那。楚楚啊，不要动，让他来干。没事，平时我也这呢，是平时啊。楚楚，这男人是不能惯的，不然他以后会蹬鼻子上脸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赶紧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楚楚，你跟阿姨说，是不是在家里经常欺负你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揍他。哼，阿姨，他真的一直欺负我，嫌弃我胖。阿姨，你一定要帮我，都是他让我干活的。你说你这孩子在外面挣那么多钱，你说干嘛用啊你？饿坏孩子怎么办？楚楚，咱不冤枉人行吗？天意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楚楚了？哎呀，真是。阿姨，一定要。哎，我说你们这是在这干嘛呢？这是。怎么了？我叫一下我外甥不行吗？不是，我说天一这么大人了，掌管了整个洛氏产业，哪能让你们这么胡闹？那怎么了？这在我家里头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洛总，该去集团开会了。好，我换个衣服。我陪你去。好，那正好向董事会宣布一下新计划。好，好什么好？不许去！你昨天晚上又没睡好，在家好好休息啊。哎，没事。在家休息，拿自己去。那家里长辈交给你了。哎，我在家里待着，好好休息。在家休息啊。天一啊，有些话趁着小桑不在，我还得叮嘱你几句啊。你现在啊是一家之主了，总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子。整天被一帮女人欺负着，这成何体统啊！我这不是陪他们闹着玩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女人呢，你就不能惯着，不然他们……安叔，你别多想了，楚楚不会的。什么叫不会呀？小桑都跟我说了，今天早上在仓库里，他是不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扇了你一巴掌？什么？那不是一巴掌。可是大家都在这么传呢。还有前几天董事会研究决定收购楚楚工作室的事情，第二天就被你驳回了。我不是已经写了报告了，咱们洛氏的资产不能靠收购解决问题。行了行了，反正董事会那边因为 A 姐的事情，现在意见也很不统一，需要你给大家拿出一个定心丸来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放在心上，别整天围绕着一个小网红转，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啊。我们跟楚楚确实要展开战略合作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。一会儿董事会上你好好表现，我会支持你的。面对 A 姐的攻击，我们控制成本，收缩门店是必须的。但是各位都很清楚，裁员只能延缓死亡，不能起死回生。那陆总，你的意思是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集中力量，主动出击，在 A 姐的领域电商产业跟他打一仗。可就靠我们的产品，这不太可能吧？当然 ，A 姐在年冲大促上六大品类80多样产品取得了巨大的优势，所以我们要在网络电商回击 A 姐，还需要更多产品。就我们目前的生产线，恐怕支持不了这么多种类的产品吧？
对，所以我在半年前，我筹备了工厂的整体流程升级，来配合这些小批量多品类的产品。都小批量了，还要我们工厂做什么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这是最新的产业升级方向，叫做柔性供应链。可即使我们的生产线可以支持我们的产品，但是我们哪来这么多的设计师呢？我们公司的电商部门已经和楚楚工作室合作了，共同搭建设计师平台。它将会是未来洛氏重要的事业合作伙伴。哎，楚楚啊，你别看我妈对他这么凶啊，其实他心里面可疼这个外甥了。哎，其实洛天一平时对我真的很好的。我们刚才只是闹着玩，你们千万别当真呐、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其实呀，我妈也是跟他闹着玩的。天一对你好不好呀？我们一看就知道。可不是嘛，这么多年了，天一肯带回家的姑娘就你一个。哎呦，你没看刚才天一对他那千依百顺的样子啊？说我看了都不好意思呢。那也不能惯着他，要不然以后结婚呢怎受欺负？结婚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？这样结婚会不会太快啊？不会，这都三个月了，你不能再拖了。三个月就结婚？对呀，这不今天也算见过家长了，咱们下周就把这事给办了。对呀、啊，对。不是，我这一次来洛氏是要跟洛氏谈合作，马上就要回去的。回去啊！这么说，这个江楚楚不是你女朋友？她是我女朋友。那你为什么说她的公司要跟洛氏合作呢？我确实要跟她的公司合作。不是，我说你在城里给她买个房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给她开公司呢？不是，安叔，她不是那种人。我要合作的是她自己的公司。她自己开公司干什么呀？她会开公司吗？假如你们俩以后要是离婚了，这公司怎么算呢？我们还没结婚，怎么就离婚了呢？那为啥不结婚啊？他不愿意啊？不是，是我。天一啊，难道是你？小桑，你们骆总最近有体检过吗？昨天晚上他们睡觉的地方有监控吗？你把那个监控录像调出来。我看看他俩昨天晚上到底干了啥。这么说，你不想跟我们天一结婚呀？不是，我，姐姐、阿姨，我跟洛天一其实还没有谈很长时间，而且我们两个人还在努力忙事业，所以结婚现在谈会不会太早啊？不早了，这孩子都三个月了。孩子？对呀、啊，就你们早饭的时候不是说那个都三个月了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哎，那个是我早上的时候他嫌我胖，是我直播的时候会被观众吐槽。直播？什么直播啊？我平时会做电商直播。会跟我的观众们介绍我自己做的产品，这不好，这是每天好几万人看着呢，这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太好，不太好。妈，你现在是不懂，这个呀，城市里面现在好多人在做呢，都要和天一谈婚论嫁的人了，这工作我不同意。再说呀，我刚才都通知了所有的亲戚，晚上过来见媳妇儿呢。什么？不是。我柔性供应链那边报告能出吗？我刚刚拿到了最新的数据汇报，时间跟效率这一块呢，基本上能跟大车间大订单相似，但是人力这边可能成本会高一些。小批量订单来讲，这点成本上扬不算什么。员工培训怎么样？我已经从各个工厂调来了新的老师傅、老工人，他们对小的流水线生产呢，基本上能够适应。新人这方面也要加强培训，各个门店召回的员工思想工作要跟上。
女装节这一仗，高素质工人储备是核心啊。你放心。楚楚。哎呀，你快点回来吧，我被围攻了。什么？啥玩意儿？啥意思啊？这离婚呢可是大事儿啊，你千万别胡来啊。不是孩子都仨月了吗？怎么还离婚呢？压根就没结婚。没结婚，孩子仨月了。没有孩子了。孩子没了，咱骆家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天一，你的小偷来了，他在哪儿？我替大姐叫你呢。少说两句吧你。我回来了。你小偷来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公司放在你手里，大家怎么能放心呢？你对得起你妈那在天之灵吗？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怎么忍心呢？走走走，赶紧走，不是说不走，走走走，不要不要走。叔叔，你不用怕，这么多长辈都在这儿，你不用护着他。啊，你们都误会了。所以，其实我这次来是跟洛氏集团合作的。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我就说嘛，我大侄子一表人才，怎么可能嘛？哎呀，天一，你看你，你早把话说明白不就好了？以后啊，可不能随便说女孩子胖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不过那直播的事儿，我还是不同意。哎呀，这你就是小心眼了嘛。以前呢，是店里的售货员，现在啊是网上的售货员，我宁愿看网上的。嘿，还反了你了。没事，二婶，我们理解二姨的顾虑。没事，都是自家人，别怕。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，赶紧吃吧。楚楚啊，你是瞧不起天一吗？你这样来到天一家里，只是为了谈生意？我，安叔，你误会楚楚的意思了。过几天，你就要回去继续做你的老板，发展你自己的公司和事业，对吧？我是。你是想自己当家做主？天一顶多陪你做做生意，我们洛氏，就是你一个供应商，对吧？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女人当家做主怎么了？洛氏不也是我大姐当年苦苦支撑才做起来的吗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那怎么就不一样了？洛氏如果我当年没有我大姐，能有你们现在的日子吗？可是当年大姐夫好像就因为这个事儿离的婚呢。那是因为姐夫没本事，大姐只能自己扛着。他们呢，只是经营理念不合吧？感情破裂了，对不对？楚楚，你是根本就没打算跟我们天一结婚，对吧？我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。我这次带楚楚回来，是为了迎击洛氏这次遇到的危机，并不是带楚楚来见家长的，更不是来接受大家审问的。楚楚呢，有他自己的梦想和事业。我一直都以平等的心态去尊重他对人生的选择。我更不希望大家去指手画脚。对，我是一直支持楚楚事业的，但我更希望大家可以以朋友的方式跟楚楚交流，事业也好，感情也好。我们年轻人有我们年轻人交流的方式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一下。你看人家孩子过得好好的，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那孩子们只要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啊。这下大姐可就放心了，儿子也长大了，也有个一家之主的样子了。天机啊，明天就让楚楚跟董事们见一见，把你们的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嗯，我已经让小三安排了。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赶紧吃吧，菜都凉了啊！好，吃完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楚楚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
你跟我妈说什么呢？我在跟她告状啊，说你老是欺负我。那我妈怎么说？她说，既然我儿子这么帅，这么可爱，那你就忍着点吧。这个是我小时候我妈给我买的奥特曼。哇，这个奥特曼好大，哎，它跟当时你一样大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这张照片是我帮我妈照的。你妈妈好美哦。这是我学前班毕业的时候，当时我妈在外地，然后连夜赶回来看我。她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还跟我说，如果实在忍不住要家暴的话，千万不要打脸。哎，你还打？我今天都被揍了好多次了。所以你妈妈真的是一个人撑起了整个春天那一场啊。要是没有她的话，就没有现在的洛氏集团。哇，你妈妈真的好厉害，简直是我的偶像。也是我的偶像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。一个特别厉害的人。他还跟我说，你也还行吧。好了，你还是想想，咱们明天跟董事会说什么。年终大促的时候，我们工作室跟洛氏集团进行了第一次合作。我们生产了一款我们自主设计的产品，32度内衣。当时因为市场竞争激烈，我们就遭遇了被打版抄袭的情况。根据预售数据，我们下的第一批订单有5000件，可是被压在手里4000件。当时有很多人，包括骆总，他有跟我说，这个是服装行业的现状，很正常，就当是买个教训吧。教训？我这个人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失败乃成功之母，除非你能够从失败中获得机会。如果说当初我下的第一批订单不是5000件，而是500件，哪怕是1000件，那我后来所应对的局面一定是截然不同的。不过最大的难题又来了，那就是根本没有工厂愿意接500件这样的小单子。所以当骆总跟我说他愿意把几十年如一日的传统工厂
升级成为可以实现小批量多品类的柔性工厂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属于我们小工作室的春天来了。你真的觉得这会是我们应对 A 姐围剿的办法？应对这个词我认为不太准确，应该说是迎击。如果说把 A 姐比作大象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蚂蚁。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网红，他们在很认真地做产品、做内容、做直播，去维护自己的粉丝。我们不希望拿那些没有诚意的产品去消耗粉丝的热情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，等这样一个机会到来。洛氏的柔性供应链就是这样的机会。那像你这样说的话，有一定的粉丝还有自己设计能力的网红有多少啊？我告诉你一个保守的数字，一万人。一万人？一万人等于一万件商品呢、啊、哇，这可真是蚂蚁吃大象啊。行行行、啊、我看行行啊，我看行。所以我相信时尚来自于每一个人，也应该服务于每一个人。千人千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尚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梦想。而我的梦想就是帮助每一个有梦想的人更加接近自己的梦想。你今天真棒。我厉害吧？那都是我掌握了直播的真谛之后蜕变的。真谛？嗯，大实话。对啊，就讲大实话，不讲理论的，不讲虚的，就讲我内心真实的想法。不过董事会这帮老头子平时那么难搞，都把您搞定了。后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咱们回去肯定要大干一场。准备好了吗，张总？准备好了，放马过来吧。江楚楚是不会害怕的。有你在，真幸福。有没有很感动？骆总啊，这是安叔送来的秋葵跟秋裤。安叔看了仓库的监控录像，说这个对你有用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有一些事情是应该让你知道。啊？哎，怎么还真黑了？我们该不会……仓库关灯锁门，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下班了，只有等到明天才会有人来开门。难道我们要睡这儿吗？首先呢，气氛很重要，绝对不要被乱七八糟的铃声给打扰，所以一定要关机。哎呀，完了完了。没有信号呢，哎，讲话也要注意，不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莫名其妙的话，让女生立刻就后悔跟你待在一起。啊，为什么这儿哪儿都没有信号？这儿本来就偏远，门一关，整个仓库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法拉第笼子，处于静电屏蔽之中，肯定不会有信号的。你闭嘴！注意，水不能喝太多。在浪漫的夜晚，我总是跑洗手间。很尴尬的。那个，你喝这么多水，咱这儿也没厕所啊。记得吃一点东西啊，别饿着，不然很影响气氛。好饿哦！而且人在饥饿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快来人啊！为什么没有人呢？真没人啊！
那快想办法出去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让我们出去啊！出去，出去！哎，手快点！你，哎呀，咋？有没有人啊？放我们出去！有没有人啊？哎！楚，好了，最重要的一点来了，你一定要先睡着。啊？两个人靠在一起，一个人睡着了，一个人醒着，你觉得醒的人会干什么？醒着的那个呢，动也不敢动，跑也跑不了，除了傻傻的看着睡着的那个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而你看着他呢，就会觉得他越好看，越觉得好看呢，就越想看着他，看着看着呢，你就会开始回忆他的聪明、乖巧、温柔、可爱的瞬间，各种美好。你越是回忆，就越停不下来。接着，你就会开始想，要是能看他一辈子，多好。度过浪漫新年和圣诞，夏夜或秋天，还憧憬着遥远期盼。从此以后我不会走远，或逃离你身边，会一起学习。然后我们就会越陷越深，最后再也没有。送宵夜，不是妈，你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你妈要来，帮你藏起来，藏洗手间。妈妈，怎么这么半天才给我开门啊？是不是屋里还藏了人啊？我闺女的男朋友长得是不是特别帅？特别帅。今天那个骆总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？骆总是谁啊？骆总是我投资人，我得见见这个投资人。妈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骆总，我们的投资人。你们俩赶紧招了吧。不行，这份协议到底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，全看 A 姐您的格局与魄力了。 Love, oh I do, Love, oh I do, 要爱是怎样的他，是什么魔法，是缘分早就写好了吗，怎么会对他竟有了牵挂，还是我犯傻，这种感觉有一点奇妙，停止不了想你的微笑，明明我很讨厌却在想念，你在想念就是爱，哼着我的心动暗号，你是这种感觉。